是你的全力以赴，不是要找到答案吗？看起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。哎呀，我将荣光交给你。努比斯大人，那雷光便是他的化身，是他意志的延续。他原是提纳勒的勇士，自荒漠中现身，为神王阿赫马尔所用。神王死后，赫曼努比斯带着他的信仰者，连同常年担任祭司的提纳勒人，一同到图莱杜拉城建立天魔之殿，那便是我们最初的起点。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和管理赤王文明所遗留的知识。百余年后，沙中动乱，镀金诸王们先后发动战争，仅存的文明也毁于战火。唯有智慧的城邦图莱杜拉，在提纳勒人引导下免于蒙难。好景不长，野兽们最终还是盯上了传说藏有赤王知识的图莱杜拉。居尔城的大王率军包围此地，勒令智者们交出缄默之殿，以证明他的威光驾临此地。城中贵族与霸主勾结，以出卖缄默之殿的形式保全自己的统治，更推说缄默之殿所掌握的知识才是污染的根源。一时间，缄默之殿四面楚歌。我等的尊主早已为阻止赤王之识中包含的污染蔓延而耗尽力量。为了让缄默之殿延续下去，他击碎自己，启动了赫曼努比斯的传承仪式，将力量平移到凡人身上。借助这份力量，缄默之殿击退了霸主的大军。然而，我们并未被视为英雄。未知之力令沙漠人民心生恐惧，排斥我们。最终，缄默之殿的人们与图莱杜拉的提纳勒人一同离开沙漠，进入了雨林。随后的故事并不难想象，
图莱杜拉的贵族被消灭殆尽，战火烧遍整个沙漠，我们则背负着秘密与使命，躲藏起来，漂泊流浪。因为背叛，我们自沙漠去往雨林，又因为不信任，我们从雨林回到沙漠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然而今日，缄默之巅又一次得见赫曼努比斯的光辉，感谢您。